少芳，我看你今麦是好我讲着啊，见笑当生气。哦，你是不是嘛想要叫你去叶家做叶家小奶奶啊？所以你唔只好叫你后生家己的少芳，你低调调。哎呀，你若真正想要这条路好嘛，你就直接讲，莫在遮摇鬼假势。来来来，我皮看卖哦，看这身上哦，是不是有好食的味？ 嗯，这什么病啊？啊！雪雪，你刚才球把我扣，你怎么扣我呢？嘿，风叔大啦，伊吹过啊！这种话你嘛讲会出来？你是怎个超过呢？卖球囡仔！伊球把我扣呢，我哪有球伊啊？雪雪，赶快回去嘞！ 伊拄仔讲话讲到这尼歹听，我也无做唔对啊，我无。不管你是跳过也是无说你，你的球就是拍到啦。紧回失嘞！对不起，啊，不过你拄仔骂我妈妈，你骂阿干伊回失嘞。萱萱，你跟我回失嘞无够真心，我无要接受。 汪阿芳，你乖，这条线。 我一定会偷的。爸爸，是的啦，我无应该摕球甲伊牵，啊，不过伊实在是受伤过啊。我知影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妈妈无遐尔好欺负。而且想要干事歹人有足侪方法。 后盖我一定会知影什么是做人的道理。嗯嗯嗯。爸，你怎么又是你啊？一出门就跑脏东西，真是晦气。哎，你们家脏东西？嗯。 看你穿甲这个模样，又搁鬼鬼祟祟，安怎？来掠狗？曹凤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哪有胡说八道啊？你哦，家己爱较注意一点嘛。卖你这夜街小奶奶伫台湾爱袂登记哦，就互人换落来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你是听无，还是无愿意面对啊？目睭睁较大蕊耶，看那边。